我刚才讲到这个乡土文学论战的原因，讲到这个文学方面的原因，文学方面的原因呢，我刚才讲的早期呢是反共文学，到后来是大陆的华乡文学，那么这两个阶段的文学的主流呢，其实有一些作品都还不错。那到了70年代会有一些反动，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来，要求做检讨。主要的就是说，一个社会里面应该是多元的，各种文学的作品呢都应该有啊。那么在一个被压制的环境里面呢，比较不容易产生多元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求说回归现实，然后呢拥抱乡土。我说这个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各方面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个时候的乡土文学论战呢，简单讲就是反乡土文学论战这个阵营的人呢，是替乡土文学扣了两个帽子，一个帽子就是红帽子，一个帽子就是绿帽子，啊，红帽子就是共产党，你就是这些人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另外一个就是你是台独，啊，绿帽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哈。好，另外呢，美丽岛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1979年12月10号，1979年12月10号。那么这个从乡土文学到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可以说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或者是政治运动史上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大事。国民党统治台湾，从1945年统治台湾，一直到1979年，从来在台湾没有过任何的政治的不同的力量敢跨出来走上街头去抗议国民党的统治，从来没有。最轰轰烈烈的是自由中国时代，自由中国时代上次用杂志，那像我这种年龄呢，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读自由中国，偷偷只读自由中国，然后被自由中国所影响，被殷海光先生所影响。那自由中国透过文字来影响台湾的社会而已，真正在政治上跨出书房走上街头跟国民党对抗的只有什么呢？只有美丽岛事件。那我的文学主张呢，简单讲，这个等一下还会在乡土文学的十几的内容的时候还会提到，就是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然后回归向现实，拥抱乡土。那这个主张呢，其实不是我个人的主张，是那个时代在1977年前后的许多台湾的文坛的作家共同的主张。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我的《吊人术》没有，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的小说了，很多学院派的人对我的《吊人术》都很喜欢的，很称赞的，说哦，这个人的处女作写得这么好，哦，他们用这个学院派的这些理论呢来分析我的《吊人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推崇。但是呢，我自己开始检讨，我说文学是为了这样子吗？文学应该有更实际的功能吧，所以我很快就扬弃了这种所谓的学院的这个比较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文学方向，我就很快的就回到什么呢？文学的实用主义的这个路上来。我觉得文学应该有它更实际的用途，所以后来这样的思想呢指导我去写我的小说，也这样的思想指导我去写了很多的这个报告文学，所以我常常到矿区里面去啊，到农村里面去啊，写了很多的报道啊。后来我也当了这个《人间》杂志的社长，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对台湾都抱着非常美的梦，说台湾要解除戒严，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够有再这种迫害，所以我们替台湾的社会免这个勾勒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远景。那为了实现这个远景，聊了呀，用你还关嘛，我给你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这种应该变成台湾社会、台湾历史的一种什么呢？一个值得传承的核心价值。
就台湾的文学到底有没有独立的性格，可不可以称作台湾文学，或者只能称作在台湾的中国文学。陈映真一直努力的在诠释，或者努力的在演绎，在证明说台湾的文学呢是属于中国的台湾文学，中国文学的一支。然后他甚至于后来努力呢把台湾文学也纳入第三世界的文学，反帝的，反殖民主义的，想要把台湾文学呢变成所谓的在中国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了啊。但是另外有一批人呢，虽然这批人在真正乡土文学论战的时候你才遭一头皮的，我现在讲坦白话哈，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哈，在乡土文学论战的时候啊，真正很勇敢的跳出来替台湾文学、台湾的乡土文学辩护的呢，都是现在被称为同派的，王小波、陈福云、陈映真、余天中，这都被认为同派，包括齐一寿，包括高准，哦，这批人，啊，包括更老一代的，更老一代的政学家，许副官，还有这个，那个立法委，胡秋元，都是很支持乡土文学的，都很支持台湾的乡土文学的。那个时候在政治上公，还没有人敢公开支持台湾独立的啊，还没有人敢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但是真正的后来的主张台独的这批人呢，在乡土文学论战的时候，都是撤退的了。